而家香港有一样嘢好缺乏嘅，叫 common sense。如果政府政策咧，时时都系用一啲好迂回、折曲、指鹿为马、偷换概念嘅方式嚟讲咧，就大家梗系唔明白啦。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唔可以话你唔明噶啦，好复杂噶，咁就唔讲啦，系咪 ？Hello， 大家好。Hello， 我哋好似嗰个。那个小学那个教育电视那个不是啊那个教育电视、啊、哦英文 hello,咁样样，咁啊，今日六月六号喎，做咩咧？点咧？六月四号去咗边啊？你六月四号，六月四号，六月四号我去边啊？你唔知你？四号即系星期六啊嘛？系啊，星期六系啊。哦、啊，星期六我去咗，我翻咗去我阿妈度食饭啊。我去咗港岛啊！港岛啊！系啊，我去咗港岛啊！我都去咗港岛啊，不过我系晏昼去，我夜晚去。我去睇你啲肥肥声真系山山啊！屋企系咁噶啦，屋企系咁都话人见我屋企系咁，屋企应该系正意思，唔系咯？屋企应该系舒适宁静噶嘛？边有你两个咁好彩啊？诶，千祈唔好咁讲。机会自己争取嘅，我冇睇。你睇黄淑仪屋企，我睇翻廖亦楼大叔啊。黄淑仪咪咯，嘈到。你睇黄淑仪屋企，所以机会自己争取嘅咁样。咁啊，我都去咗港岛啊，我港岛教授咧，系啊。我不过我参加咗一个好特别嘅旅行团啊，四号晏昼嘅时候。吓咁咧就坐呢个开逢巴士啦，即系呢个环游呢个城市啊。系啊，咁咧就坐，系啊系啊坐，哇！虽然好热啦，但系都好特别嘅，即系我去咗坐呢个巴士啦，咁系呢个开篷巴士嚟嘅。你等等先，嚟、哦、我讲嘢。我坐呢个旅游巴士，即系开篷嗰啲巴士啦，咁啊晒到黐肺啦，系啊晒到黐肺，哇热到爆！但系咧你咧行，即系你喺九龙嗰个地方，即系九龙城市里面行咧，坐一个冇盖嘅巴士咧，系好特别嘅感受嘅。即係嗰個佢又唔行得快啦，但係咧你會好貼近嗰個城市嗰個點講啊？如果講城市嘅脈搏會唔會太過文青啊？作狀啦，起碼未必文青嘅作狀啦、啊、呢句。成都即係好貼近嗰個城市，你會咧聞到嗰、那個即係。呢、这個城市嘅味啊，係最作狀呢一句，係啊，最作狀呢一句。你喺嗰個城市嗰度嗰啲味咧，你搭其他交通工具咧、都未必感受到，可能你行都唔覺，因為你搭車嗰時咧，你快咧，咁佢吹埋嚟咧，你就會肉食曬落你塊面度咯。係嘅，係嘅，我喺我印象中，鰂魚鬆都係有陣味嘅。嗯，系嗰阵我哋讲唔出嘅咩味，系唔知系咩味嚟嘅。系鲗鱼涌嘅味咧，同你一行到去太古城咧就唔同咗啦，嗰阵味。系，即系你深水埗嘅味同太子有啲唔同嘅，即系你打呢个讲唔出系啲咩嚟。系北角又有另外一种味嘅，啊，你讲下，我啊记得喎，北角都有另外一种味嘅。都系嘅，尤其是咩春秧街嗰度咧。系，因为呢啲地方都系我细个成日会经过嘅地方嚟噶嘛，咁样。系你即系你好可能行湾仔同铜锣湾，系啊，湾仔铜锣湾阵味都好唔同噶。系啊，即系你行咧，你就好唔觉嘅。但系你搭车咧，你就好觉啦，因为咧你好大风啦，咁你涌埋嚟啲味咧，闻得好清楚。涌埋嚟，咁咧，跟住我啊谂啊，其实咧，我而家搭个开篷巴士啦，咁其实咪同我哋咧讲之前，我哋咪讲有二碌嘅。即系 L T 嗰次，咪其中一集讲一个女仔中意揸住电单车喺城桥穿梭咧，系喺城桥穿梭。其实我谂都差唔多，不过但系就欠缺咗一样嘢，就我唔系自己控制自己嘅车，
系系系系，咁就咁其实你自己揸车，你校低个窗，其实都会闻到嘅嗰阵味。系，但系你冇个盖喺个顶咧，你唔同你穿过个天桥底嘅时候，你真系望到个天桥底。你穿過开篷车咯，做乜啫？都可以嘅，我觉得开篷车都可以嘅。咁但系就同电单车就唔同，电单车因为你四边都冇嘢嘛。你又话考，快啲考啦咁。嗯，可能考完之后下个星期你见唔到我咯。学快，你可能你学到中途就唔知去咗边啦。快嘅，你嗰啲咧系咩？考电单车，排期都有排排嚟噶。唔系，我惊你喺嗰啲咩车 cam 嗰啲 group 嗰度咧，见到我炒咗架车上去，系嘛？系啊。咁我觉得好特别嘅，即系同埋个女咁一家人咁样喺一个好特别嘅日子里面咧去做呢样嘢，我觉得好特别。即系我由呢个九龙塘出发，架车就去到西九龙嘅。咁啊，佢兜咗个圈啦，沿途啊，深水埗啊、大角咀啊、太子啊、旺角啊、尖沙咀啊，全部兜晒，即系大半个九龙啦，大半个九龙咁样兜晒啦。咁特别即系喺香港咧，我有坐过嘅，即系喺香港岛嗰、那个感觉，香港同九龙嗰个感觉咧，真系好唔同嘅。我谂我唯一坐过开篷巴士就系去海洋公园嗰阵时候。嗰程咯，有开篷巴士啊，有开篷巴士，嗰、那个感觉好唔同，即系香港同埋九龙嗰个感觉，俾我感觉，即系你其实你喺身处喺香港同九龙，其实已经好大分别啦。但系如果你喺一架车里面，你仲可以、即系沿途再望佢哋，即系因为你好留心去望侧边嗰啲嘢啊，咁样嘅时候，你就会觉得香港同九龙嗰个分别咧，其实差天共地。好，但系你嗰、那个，但系你呢个活动系常设嘅，唔系噶，佢唔系常设嘅，佢唔知有几个礼拜咁样有，跟住之后咧会停，跟住再唔知可能隔几个月之后又有几次咁样咯。哦，佢又唔系常设，你即系你要留意先睇下有冇。呢、个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嚟嘅，因为穿梭喺深水埗啲旧楼里边咧，你系有必有一番风味啊。啊，因为我上个礼拜我有一日我要去，我去咗红磡，我去咗红磡，咁我就泊低一架车喺嗰、那个都会站，即系火车站隔篱嗰个咧、啊，火车站隔篱嗰个商嗰、那个商场啦，唔系啊，红磡火车站啊，都会广场啊，都会广场下咁样，咁我入到去嘅时候咧，我见到旁边有好多巴士停喺度嘅，佢系咁佢有啲好多都系开篷巴士啊，即系你讲嗰啲啦，两层，但系佢有啲咧系得一层嘅咋，哇一层开篷巴士啊，系啊一层嘅开篷巴士啊，一层开篷巴士都几正喎，系啊我都有见到，咦？乜香港有啲咁嘅车嘅咩？我都未见过咁样，原来系有嘅咯，好奇怪。我唔知系咪即系之前系咁，我哋仲好惧怕去尖沙咀嗰段期间，佢就会尖沙咀度穿梭嗰啲咧，可能哇啊！咁依家咪全部摆晒喺度勾姑仔咯，系啊，唔系你可以俾我哋去参加噶，其实。系啊，吓、啊，不过佢又估你未必中意啦。你知你香港人娇生惯养，咁啊系，吓又唔捻热得，又唔捻晒得咁样，又唔捻热冻又唔得，热又唔得，咗几多系啦？啊叻啦！喂，讲起牛姑仔咧，啱啱新鲜滚热辣辣呢单新闻，系咩啊？啊系啦，话说啦，优质良品，香港全线结业。啊咁样啊咁啊有人调侃佢哋啦，冇晒自由行咪执咯，都挨咗几年啦，你仲想人哋点？都挨咗几年嘅。不过其实我以前都有去买，即系我佢咧，自从唔知几时开始变咗啲大大包嗰啲咧，我就冇去买啦。系啊，以前仲有咩芒果干包，系唔系芒果干仲系断根秤噶嘛？可以系啊，你可以买少少嘅啫嘛。系啊，但系唔知点解而家咧一即系。搞下搞下，我唔知几时开始搞下搞下，优质良品嘅猫粮咁啊，包包都大到。系啊，佢咪就系货你，咪就系货自由行啫嘛，其实系，即系你唔使烦啊嘛，我 pack 晒咁大包，屌你，咁样你仲要埋嚟清，因佢又话要试，你知噶，即系如果我开晒一啱啱喺度啊。我就话可以埋去称啫，屌啦妈！人家成个旅行团走入嚟，个个都要话嚟试一块，食晒，一人试一块，搞唔掂啊嘛，咁样食晒，系啊，咁佢为
啊，呢啲咪就系咁养猪，系啊，养猪都系咁样咪最方便。系噶，系噶，养猪嘅呢种方法就最好噶啦，咁样。嗯，啊，咁依家冇猪吓，佢啲包装净系一大包咧，其实赶咗好多客嘅。系啊，赶咗我哋呢啲客，起码我哋系啊，有时你买芒果干，你可能真系你突然间口痕，你想食啫嘛，但系你一买可能买要买$100一大 pack 喎。系啊，冇咁多嘅真系。但系咧又你又可以买多几款啊嘛，你大 pack 又你唔会话屌我买三款嘅，买五嚿水喎。但系我谂呢啲就比较，我谂仲有一啲地方会受欢迎嘅，譬如一啲公司嘅 pantry 啦，嗯，吓、啊，即系可能呢啲都仲会受欢迎嘅。唔系，同埋如果譬如当要买优质良品类近嗰啲诶呢啲口垃圾嘢咧，咁佢唔系毒屎啊嘛，系啊，咁都有佢嘲讽啦。系啊，都有唔少。啊，腰缝他嘅腰缝系咪执咗啦？都冇啊，冇有啊，有啊，系嘛，仲有噶嘛，系嘛，有陈二斋嗰啲都仲有嘅。系咁啊，优质良品最多啊嘛。诶，都唔系都有人讲过咧，即系嗰啲囚友啊，啲囚友咧，系咪要有啲指定嘅物品？哦，系啊，系啲清单去 tick 嘅，优质良品系一个清单嘅猪肉干，系啊，肉紧猪肉干，系啊，嘅猪肉干。佢即系都有佢嘅生存价值，系咯。咁而家冇咁样，点算啊？手足冇得。哦，咁咪要惩教处去改，睇下有冇边啲要再招标咯？可能系，可能系要再招标，或者系要讽系啊？要搞。我谂有排啦，你因为我发觉依家你政府呢一方面嘅效率咧，真系越嚟越过分噶，我觉得。点啊？佢应该即系，你讲应该要做嘅嘢唔做咧，唔应该做嘅嘢又唔知点解系，我好捻过分噶、啊，佢哋呢一年、近排咧，所以有啲议员咧，有啲议员就提议咧，這个公务员嘅薪酬啦，就同呢、這个同你同佢个工作表现挂钩。咁咧，头即系成班嘅，即系可能系几多个公务几多公务员，十几万，十八万公务员咧，咁啊头一成啊，顶一成啊，顶嘅一成咧，咁啊可能有即系嗰啲 bonus 啊，咁样奖赏咧，唔好话 bonus 啊，奖赏咁样，咁咧最低嘅10%，即系工作效率最低个10%咧，咁咧就会即系可能系停薪啦，咁啊如果收到两次 warning 啊，即系两年你都系最低嗰10%咧，就可能系要革职嘅，因为有议员咁样提议啊。哇，太弱刘强啊！好啊，系啊，好啊，考试咁样啫嘛。系啊，咁变咗呢个，我谂政府工嘅擦鞋文化应该会更加系啊，个阶级观念啊嘛。啊，咪斗奶啊，斗奶老细，系斗奶老细，系。佢哋其实针对啲高官都精彩哦、啊，吓点会针对高官啫？好明显就针对啲最底层嘅员工啦、啊。呢啲系啊，唔系就系、是、因为上面嘅人你冇嘢做咁，屌你老味！即系我都系依然我系觉得咁嘅，即系你而家你唔系我同埋系另外一个我谂惨嘅系即系你立法会开会咧，我觉得嗰日佢哋讲咩咧？美食车，美食车，咁本身初嗰个所谓嘅美食车先导计划啦，讲到好捻劲啦，跟住话本来话唔知要预有几多十架车啦，结果得15架啦，又要比赛，又要筛选咁样15架美食车，仲要系自己买嘅架车，自己装修嘅架车要，好啊，整捻完一大轮啦。结果是什么指定地点营业啦。啊、还有只有4个地方给他们营业啦。嗯。啊、还要是抽签啦4个、啊。因为当时以最好生意来计就是迪士尼嘛。啊那么个个都想去迪士尼那么怎么搞啊抽签啦。这样。跟着轮流啊。是啊轮流啦。因为之后得返4架啦。系三架，四架都晒喺晒西九啊！而家系啦，依家就喺晒西九咯，咁样咁仲要之前个仲要旅发局嗰条友话，佢觉得乜嘢啊？
这个美食车先导计划，我哋发现佢对于旅游业嘅宣传啦、带动啦、或者带嚟啲咩特色啦、咩多元化嘅美食嘅呢一个标准咧，都达唔到，所以佢哋就决定取消。喂，呢、這个好搞笑呢、這个，你讲你想到几架美食车做到啲乜嘢啊？系咯，唔系之后嗱，邓家彪啊叻啦，邓家彪啊叻，因为我睇新闻睇到啊，嗱，邓家彪啊叻仔啊，佢今次，跟住佢对住旅发局嗰个女人，佢话。旅游冇旅游嘅推广系旅发局做嘢，唔系美食车要做嘅嘢嚟噶嘛？唔系咯，推广系你做啊，唔系即系点讲？你觉得哦，即系我要只要一有架美食车摆喺条街度、就每日就好多人就冲埋嚟啊，就多150,000人嚟香港啦，咁样啊，涌到去美食车度，黐线啊！嗰个心啊，喂，邓家彪好叻啊！我突然间觉得。唔好话，唔好话香港啲美食车咁柒啦。譬如当可能外国都有美食车啦、我哋唔会因为外国有美食车而喂好啦，系啊，好卵正啊！不如屌你，唔系有事实上香港纽约间美食车好正喎、啊，不如我哋飞转纽约啦。纽约个美食车有烧卖啊，我哋试下噶嘛。唉，真系俾佢吹卵咗。美食车嗰啲叫做即系点呀？叫锦上添花，你去到嘅。见到哇，有个美食车，真系好食喎！原来咁样，但系就唔系主要目的啊嘛。系，我见到佢话一个汉堡包卖120,000，咁老实讲，其实你问我，如果当其时我身处喺现场，即系我当我身处喺西九啊，你要我帮衬你120,000个汉堡包，我会非常之唔心甘情愿咯。嗯，但系有冇计啊？唔系应该话咁讲，即系你去到今时今日，你可能有啲，即系而家你。香港有好多嗰啲所谓嘅贵价嘅食汉堡包嘅地方啦，即系可能都要过100,000嘅，可能食个边咩牛嘅汉，尤其是牛啦。我嗰次咧去咧，嗰次去咧 APM 咧，咪有间咩 Five Guy 嘅，即系汉堡包嘅。因为我跟住咧，我第一次入去食啦，我唔知喎咁样，跟住入去食咁嗌个餐咁，哇！我餐咁贵，冇餐噶 ，five 鸡系啊，系冇餐啊，就系又要嗌薯条，跟咁鬼贵，100几蚊嗌杯薯，即系嗌埋嘢饮，嗌埋薯条100几蚊，跟住入去坐低食啦，跟住我再睇匀全场，得我一个饮可乐噶。系啊，其他全部喺个袋度攞啲绿茶嗰啲出嚟。我想讲嗱，其实佢呢个包咧，佢唔算太，即系你话啲汉堡超佢唔算太，唔知都系70-80蚊一个标。系啊系啊，薯条都系唔知40-50蚊都叫正常啦。OK 啦 OK 啦，但系一杯可乐我冇记错应该45蚊，50几蚊啊，系啊，50几蚊可乐啊，可乐佢系因为我第一次佢俾一杯你自己斟。系啊，自己斟。咁你饮得几多啫？好奇怪就系咧，佢除咗我饮好多噶，佢仲有奶昔，仲有咩？佢得几个选择嘅嘢饮喎。系啊系啊，你谂下啦，你食 burger 再食薯条，你唔会饮奶昔噶嘛？系，都系饮可乐。系啊，你一定饮可乐噶啦。所以佢将个价，将个可乐价钱咧，我觉得系故意飙到好高嘅。奶昔咧正常啲，唔知奶昔可能系30蚊，食神嚟喎呢个。系啊，真系啊。是好过分的，是啊，我咦，哇，我找到林明晶。嗰次我仲戇鳩鳩，因為耳聾啦，我係啊，我同幾個 friend 去食，係得我一個嗌杯可樂咯，因為我真係諗到，係啊，哇，你去到食薯條嘅話，你唔飲可樂又好奇怪噶嘛，咩？尤其是你去到外國咧，你外國飲汽水又特別貴噶嘛，係啊。但系冇啊！我都系算得合埋眼饮捻咗佢算啦，屌！唔系你嗰下真系好唔锯噶嘛？所以我就一次算咯，所以就系戆居居咁样咧，自己入咗去食咧。咁我见到在座所有嘅人咧，都系自己喺个背囊度攞嘢饮出嚟，系得我一个咧拿住杯汽水嘅啫，嚣张跋扈咯，咪咁样。唔系即系咁啊！咁啊，呢度咧，即系若果譬如当你真系好捻好食。真系好啦，好食。你话卖120,000，我觉得都不为过啦。但系即系你睇到呢几年嘅新闻，亦都睇唔到嗰啲乜嘢新假期啊，嗰啲专系讲美食嗰啲 page 介绍。哇！呢架美食车嗰啲汉堡啊，即系拍得住 Five Guys 啊，或者拍得住 Triple O 嗰啲啊。但我又
我又即系又见唔到有类似呢啲咁嘅报道啦。即系你望啲相又好紧正啊，系咪先？唔系，我谂佢哋有报过嘅、啊，有报道过嘅，但系因为呢件事都好几年噶啦嘛，即系你又好难话 keep 住。哇！佢有个新嘅包啊，咁又报一次咩？咁同埋佢哋都冇啦，冇新嘅包啦。我有帮衬过嘅，我有帮衬过诶，佢、嘅美食车嘅，就系喺前一个礼拜日咁样啦、嗯。前一个礼拜我有帮衬过，因为我有去过西九啦。系咪就系 Empress？ 唔系，我帮衬嗰个咧系卖饭嘅，系、啊，牛腩饭。牛吓系。系啊，因为咧我拍得几浪漫。因为咧我见到佢个 menu 咧有好多叉晒啊，打晒交叉，即系嗰啲咧比较有特色嗰啲咩叉烧啊嗰啲全部叉晒，系得翻啲咩鸡翼啊、烧卖啊、鱼蛋啊咁样。唯一可以填饱个肚嘅，除即系你冇理由买二十粒烧卖咁食噶嘛。咁唯一可以填晏昼填饱个肚咧，就系、是、嗰个牛腩饭，就冇噶啦。嗯。你肚你胃大啫，咁样系咪？嗱，今日佢咁啦，其实系啦，咁啊，食咧已经系，因为好可能已经好耐啦，佢哋都冇心机做。系，系咁，同埋系主要系佢哋其实有啲佢从2016年话，即系虽然虽则呢个先导计划就2016年开始啦，但系佢哋大部分都系2017年先至开始运作嘅。咁、其实佢两个做咗头两年生意都唔系话特别好啦，主要个社会气氛极差啦。嗯。系个社会气氛极差啦，之后2019年、就基本上就大家都做唔到生意啦。2019年开始，大家都唔使做生意啦。咁然后去到2020年，去到2020年更加啦，武汉肺炎呢两年啊，就系、是、又系佢就话啱，佢就访问我就睇到诶嗰、个经纬线嗰、那个节目，佢就访问呢、一个就系、是、呢个 Butchers 啊。不差出嘅呢一个嗰个负责人啦，佢都话其实就系最近嘅生意系咁多年嚟最好噶啦，因为佢就摆咗喺西九，依家四架车都系西九咯，四架车都系西九，佢就话依家佢嗰度咧就生意直做咁耐以嚟咧系最好噶啦咁样，咁、但系佢就偏偏佢就话计划咧就六月咧就完啦，但系其实我睇经纬线佢临尾咧，佢系有讲到。系啦，系啦，吓！但系我又揾唔到相关嘅新闻，唔系佢，我咧佢嗰个女发觉嗰个友最贱嗰样系咩咧？我记得系有议员问佢就话，有另外一个议员问佢嘅，佢话你咁，你哋可唔可以帮手咁，令到佢哋可以继续营运咧？啊，即系佢哋都抌咗唔少钱落去噶嘛，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之后女发觉话。因为呢样嘢咧就涉及好多唔同嘅部门嘅，包括食环啦、啊，唔知有乜乜查查，呢就会噏咗几个部门出嚟啦。咁协调都会有一定嘅难度。我心谂，屌你乜难做你就唔捻使做。哇！我真系觉得嗱，你话系咪？啱啱先讲完公务员要嘅咩？边个捻样其实要公务员要嘅咩？减人工啊？定系炒人定系点样样？屌你老味！喂，你要平衡，你平衡呢啲啦。旅发局，屌你妈！真系浪费纳税人钱啊！真系。嗱，你个呢、這个美食车都你唔系而家开始先至去谂佢点样营运噶嘛？你一开始你已经系行咗几年啦，而家系净系谂下点样去即系去续期，或者系续几耐，或者系之后又点样可以改善？喂，其实你真系岌个头都得噶咯，各个部门。喂，其实你睇嗰四格，你俾食嗰四格咪喺度，咪就喺度咪得咯。系啊，你其实发个小贩牌俾佢就得啦，流动食肆。哎呀，你直头系 extend 佢嗰个美食车牌咪得，海饭咪得咯，佢唔做咪加翻出嚟咯。但系依家佢屌啦乜，佢哋嗰种官僚就系咁样样嘛，唔系话唔 extend 啊。咁但系呢个计划要完啊嘛。不过要纠正你一样嘢，旅发局咧唔隶属于呢个公务员嘅，旅发局系隶属政府嘅独立机构嚟。咁边个出粮啊？我哋咯，咪咯，即系佢唔系公务员，即系所以我咪话咯，如果你与其你去审核嗰啲公务员，你审核呢啲好过啦。屌你乜，你谂下，你又同我讲，嗱呀，你又同我讲佢唔捻系公务员，但系佢做得开，但系佢可以做得咁捻閪噶噃。屌你乜，你谂下，如果个公务员个差佬做得唔好到，仲可以埋去屎捻住佢鼻嚟屌啊？呢啲咁点啊？你旅发局日捻日匿埋喺 office 嗰度做埋啲咩戆鸠嘢？屌你妈！我要去几多次
花车巡游先报捻到呢条八婆啊！屌你老母，冇可能啊！屌你！喂，我哋之前都讲过，其实咧呢啲咁嘅公营机构先系最，先系最即系最腐败嘅呢公营机构，系玩死香港嘅真空啊！啊，系啊，咁诶、欸，我可唔可以讲 top 讲翻美食车咧？我插一句啊，嗰次我上个月咧，咁我去 K 十一睇戏噶嘛，咁我就沿星光大道嗰度行过去啦。跟住我经过一个类似小食亭嘅物品啦，即系个物体啦，就即系对住个海嘅，啊，环境几好嘅、但系佢我唔知佢以前系卖乜嘢咧，而家系卖云吞面。唔系卖咖啡嘅咩？唔系啊，唔系卖咖啡啊，即系我如果买你话卖咖啡，或者卖啤酒，或者卖小食咧，我觉得好合理，好正常。吓、啊，卖云吞，但系佢卖云吞面，云吞面有咩咁正常咧？其实、你又觉得？哇！你海边地方、啊，你海边地方你系有个好捻靓嘅景，但系你唔，我谂你除咗自由行之外，你唔会有香港人真系喺嗰度买个云吞面，坐喺海边度食咯，嘘嘘声咁样。我谂连自由行都唔会啦，系嘛？诶、啊，唔系佢哋会。佢哋会带个康师傅杯面去旅行。唔系你睇下个咩先，睇下佢个餐牌有冇中文先。有中文佢哋先会，冇中文唔会。唔系你就算系有自由行去会买啊，你都唔会，你都唔会嗰、那个、那个生意量会好多啦，我相信。喂，其实都几理气喎。好难做，你话你捧住一碗，你攞住报纸喺度食咧，系啊，你捧住一碗热辣辣嘅嘢，你就要冇台食啲咩？佢个冇系啊，冇台喎呢个。嗰啲海边，但你冇台，全部得张凳嘅嚟噶嘛？吓，你冇台，跟住你要揭开个盖，跟住搵只脚夹住揭开个盖。你唔好买嘢饮添，你买埋嘢饮，你唔知点找啊？系。所以你谂下，所有嘢都错配嘅，你边有可能喺？你嗰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旺角咧喺即系。即系旺角喺唔知边一条街咧，有唔知咩有龙虾食啊嘛，街边嘢都好几年之前噶啦。啊，龙虾咩？哦，龙虾仔啊，系龙虾仔啊，系啊，即系你拿住出街食噶，即系喺条街度。我哋都，我其实我记得我哋都讲过嘅，都其实咪又系咯，你咁舐气，你点食啫？系。一食到成手都系汁，咁你点啫？都唔同你同你嗰个面一样，又有汤喎、啊。咁你掉你都咁麻烦啦，你食个热酒，你食完跟住揸埋佢，可能袋落个背囊袋就得啦。你嗰个面又有汤又有食，你都唔知点掉。你谂下，你冬天都可能好少少啊！屌你老母，夏天而家热鸠辣辣晒捻住，你食碗云吞面，即系你都唔知食一只手食面好定另一手麻汗啊！真系，好彩唔系卖粥啫。咁样样。不过都系嘅，你可能你香港嘅有一啲嘅饮食习惯，其实都即系你真系除咗就系你旺角扫街嗰啲嘢咯，鱼蛋啊，鸡蛋仔啊，格仔饼啊，其实你嗰啲咩？滋养三宝啊，咁样烧卖，其实呢有阵时咧咪烧卖加埋粉果嘅、其实你粉果都难食嘅，难喺条街食嘅。但系你，唔系如果你咁个 size， 你始终有条尾咯，系咯，你始终有个兜住又解决到嘅。但系依家仲有嘅咩？粉果有粉果，有粉果。有嘅有嘅。你不过好少地方卖咁容易啦，好少地方卖粉果。系咯，其实我中意食粉，我其实我中意食粉果。系噶，我都系，我中意嗰粒花生。你一嘢咬到嗰粒花生咧，你个口就会好香，或者笋都正。我都几中意食粉果。唉，咁样，